偉仔作風一向低調，今年初佢喺毫無預警之下進駐抖音，仲拍片承認自己有社交恐懼症。佢最近就同劉嘉玲去日本玩，網上流傳一張佢哋喺靜江一間著名日本餐廳用膳同壽司師傅嘅合照，相中嘅偉仔睇上嚟冇咩特別，但就有網民發現佢嘅腳趾呈現唔自然嘅彎曲，係社恐式嘅溝地，相關嘅字眼更加一度登上微博嘅熱搜榜。不少人都说他这个举动很有趣。